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特贼。今天又要教大家实用小技巧啦。你是拿 iPhone 的朋友吗？你知道现在 LINE 的聊天是可以做分类吗？现在因为我们常常用 LINE 在传讯息，所以你的好友数量一定很多，群组也很多，官方账号也很多，对吧？有时候要找一个对话框，找一个朋友，你都要找很久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来教大家设定一下你的 LINE 的聊天室分类，你之后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的找你的对话框咯。非常的简单，现在跟我一起做。我们到 LINE 的主页，然后右上方设定，给它按下去之后，稍微往下滑，有一个 LINE Labs， 点进去之后，最上面有一个聊天室分类的功能，把它打开之后，再回到你的聊天室页面，你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行全部好友、官方账号、社群，它自动帮你分类好哦。以后呢，在找对话框的时候就更方便了呢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推荐给每次找讯息都要花很多时间的朋友吧，这功能真的很方便。今天这个小技巧就教给大家咯，那我们下次大特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怎么今天尾巴这么卡啊？